音节。在姿彩缤纷的服饰世界中，婚纱礼服可以说是最能牵动少女情怀的了。然而自古到今，婚纱从颜色到造型款式的变化不是很大，各种原因是什么呢？婚纱方面呢，我自己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潮流不潮流的，最重要的呢是穿上。贝塔胡萝卜素我知男仔系唔会随便喊嘅。这领导是怎么搞的？劳动者也有休息的权利吧？啊，武工，哎，全部准备就绪，就等你一声命令点火试车了。好的，我就来。我可以唔去嘅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姐夫。